去了，我去换个衣服吧，好累呀。这款车介绍一下，这是一款540i，属于纯进口的一款车，标准轴距的。然后它是一个六缸的发动机，250匹的马力，零百加速5.几秒，5.1，应该是我大。公司袜子放几双？哎呀，X7 有吗？现在没有。抖音号多少？大家点赞啊，哦，已经点过赞了。我叫聚山超力霸。我们的宝马的马力，它都是说的轮上马力，它实际的马力是要比这个马力要大的。我们说的都是轮上马力，S5、X5 也有。X2 现在没有车，X2 现在店里没有现车。X5 有，我们去看 X5，不是说2万就中，我说了，我就聚山超力霸。